將你哋嘅聲音放出嚟嘅。跟住落嚟，我哋演入啊，洗黑警。有一位手中知道我哋今日有個集會，佢就寫咗封信，希望可以喺度表達佢哋一直以來嚟嘅想法。我哋邀請咗一位手中會聲演佢哋嘅家書。聲演一位手足的家書，致所有的手足，裏面為到午夜的時候安撫神氣是無休止的，日復一日又一日，作息重複又重複。於是我將幾公斤的和你寫的聖誕卡一字不漏的全部看完，真是的，你們每一字每一句我都好去咀嚼過，每一個角落，每一口的呼吸，啊，好像有些浮誇了，是不是？感謝你們每一位手足的關懷和支持，雖然現在我身陷囹圄，實在不了解發生的事情，不理怎樣，我都想跟大家說，我們從來沒有放棄過。我不知道外面是不是對暴力的議題有些敏感，甚至乎開始跟暴力割。但我只是想問下大家，我們當初是啲乜嘢嘅原因，是啲咩點？我們又基於啲乜嘢嘢行出嚟啊？我們當初又基於啲乜嘢共同嘅信念、相同嘅目標行出嚟而走上街頭啊？如果因為喺抗爭嘅過程裏面，我們出現咗同自己期望相同嘅手法而割席。呢啲嘅矛盾，我哋係矛盾啦。我哋害嘅係死物，但係我哋被害嘅係生物。為咗良知而使用武器，同埋為咗利欲而使用武器，係截然不同噶。我問心無愧，我可以話俾大家知，喺呢度嘅生活其實過得唔算差，但係。我的心境、我的狀況，佢係越嚟越差啦。對我嚟講，得佢一個大學學位，其實唔係一個咩嘅問題。但係對於我屋企人嚟講，其實佢哋就係好傷心欲絕，斷腸人在天涯。我喺度非常痛心，我家人嘅心痛。當然，我從來冇後悔過任何結果喺度。手足你哋嘅支持同埋聲援，對於我哋嚟講係最大嘅幫助，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嘅有更多嘅去捱落去。唔理嗰個係幾公斤嘅聖誕卡，六千人你哋嘅集會聲援、解悶嘅工廠、星火、六一二、紅泉基金，咁你哋都繼續支持落去。或者有人會對於我哋。或者企喺前線嘅手足開始有意見，但我希望大家明白，我身處喺亂世就係一個抗爭者，就好似《自由》歌詞裏面嘅一句：向前行不動盪，萬人達到那一方，雨傘鋪滿世間，一起去抵擋。抗爭運動已過半年啦，懇求大家堅持我哋信念，實踐不割席、不分化、不督灰嘅原則嘅宗旨，好嗎？最後。大家我哋一齊煲底見，煲底見，煲底見。最後呢個係我哋嘅我哋嘅真跡送俾大家。I am not alone。呢個嘅我嘅真跡，我哋將會放翻喺我哋家中嘅 Facebook 嘅 page 度俾大家各位我哋去手足去知道，去睇得清楚啲。光復香港，前進一里，光復香港，前進一里，到底，到手足，行到底，活有報道，只有報道，活有報道，只有報道，激風意思，話我公義，激風意思，話我公義。剛才嗰位手足係畫咗一幅畫，送俾我哋每一個香港人。知道有我哋嘅每一個人喺度，佢並孤單，因為佢喺度，
我哋出面呢一度冇一個人係孤單嘅咩？如果大家想睇翻呢一幅畫，可以去到邵家臻嘅 Facebook 嗰度咧嘅專頁就可以睇翻噶啦。雖然我哋不定期會喺呢一度舉辦集會，為我哋嘅手足打氣，但係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更多。我知道有啲朋友組成咗佢哋探手足嘅即係團隊，如果大家識嘅可以加入。如果唔識嘅話，我知道有多團體咧，例如星火都有寫信俾手足嘅一啲。的活動，咁大家都可以寫信俾我哋嘅手足，我哋一人行一步，令到我哋依家在籌嘅手足會孤單。今日嘅主角係我哋每一位嘅手足，我哋永遠都唔會忘記佢。喺臨近集會嘅尾聲，我哋請我哋主辦單位上台發言，係邵家臻同埋張超雄立法會議員辦事處，仲有社會民主連線，我大哥。呢段時間，我哋作為議員咧，盡力去做多啲探訪。其中我最深印象嘅有位手足，我早兩日去探佢，佢劈頭第一句：我有咩幫到你啊？麻煩你可唔可以？當我哋擔心，我哋咁多手足失去自由。面對咗咁多警告，同親人分開，佢第一句我講：我有咩幫到你？一係佢哋喺入邊非常之關心個運動，佢哋係好擔心我哋喺出邊。好擔心我哋嘅安全，因為佢哋覺得反而佢哋喺入面係暫時安全。我係冇想像過，我哋喺懲教院所入面嘅手足係竟然反而擔心我哋。我哋見到手足面對好多困難，但係佢哋嘅士氣。他們的關注是一點都沒有減，他們很希望我們在外面繼續運動，繼續壯大。他們最重要是知道我們沒有忘記他們。我們有沒有忘記我們的手足？他們需要的就是及時的資訊，他們最需要的和外界的接觸，所以我們都呼籲大家有機會的可以做筆友，無論通過邵家臻議員或者我們在媒體在社交媒體發放的有關手足的資訊，大家有時間的希望大家表兩隻字，有很多手足寫了公開信，有他們的名字，有他們的號碼，大家可以寄信進去跟他們聊天。今晚我們來到跟他們團聯，每一位來到這裡的抗爭者手足都可以為他們增加了心裡面的溫暖。我多謝你們今年這個團聯，我相信是我們香港人不生難忘的。我們這個運動是一定會堅持下去的，是不是？